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剧情啊。那么这是前往第三域。可恶，这到底算什么考验？落雁谷根本徒有虚名，怕输就说一声嘛。用这种方式，就是不敢跟我们打。可是大哥，刚刚我们想强抢令牌，也无法得逞啊。哼。若是光明正大的单打独斗，他哪打得赢我？总之，我对这落雁谷失望透了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那两人似乎是闯关失败的挑战者。这真是让人期待的试验，不知道好不好玩。听方才第二狱主的说法，我有股不祥的预感。来者止步，吾乃第三狱主也，必姓张，名大同，字义儒，号复学居士。二位欲知谷底乎？啊，这人讲话也太直乎者也了，听起来挺别扭的。萌萌这家伙名号还真长啊。我们的确要前往谷底，此狱考验，还望前辈手下留情。五人最忌不学无术，胸无点墨。落雁谷虽尚武，却也容不得目不识丁之酒囊饭袋。此狱考验有二，择一便可。其一易如反掌，其二难若登天。当然选第一个简单的，那还用问？等等，银乐，这其中必有诈。吾向来待人至诚，言语亦为肺腑，若对尔尔便敢棘手，遑论与我较量。那考验的内容是什么？好玩吗？有趣吗？四书择一，背诵任意篇章便可。我最讨厌背书了啦。听到没兴趣的事情就变成言哀了吗？前辈，那另一个挑战为何？贵为武林盟主，竟不思赵营应学，成何体统？前辈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休得狡辩！整言此策，三日后至前方草屋见吾，届时再论考验一事。前辈，等等！此考验太过无理就算了，这老头更是蛮横。难怪那些人愤恨不平，齐修前辈会有此评价。哎，这书上的字迹好像在哪里见过。对了，之前拿到的论语抄本也是这个字迹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？我可没时间等上三天，不过贸然行事也不太好，他敢这样出题整我，我得好好回报他。哼，要整人吗？这个我最会了，我也要。趁此同时打探谷主，并确认谷主是否为给纸条人吧。好想砍东西啊，最好是一团乱麻那种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里吗？木棍。听说谷底之后跟渔网
老子哭得比小哀还惨呢。有小孩在此，是神童吗？还是身份特殊？哎，小弟弟，怎么哭这么惨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仔细一瞧，这小鬼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是摔的吗？大哥哥，你有读过书吗？怎么又来一个问我读不读书的？开玩笑，我读过的书可多了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那大哥哥，跟你交个朋友，我叫陆振熙，能帮我做这个题本吗？这题本？爷爷奶奶为了督促我读书，都会出题本给我做，若是我做得好，就会烧我爱吃的菜，但如果做不好，就会……该不会你身上的伤就是……啊？这个是……对，他们就会打我。大哥哥，你可以帮我做题本吗？我知道爷爷奶奶都不是坏人，他们是为我好。啊，这些管教的伤痕对小孩来说实在是太过了。笨蛋，别被那些大人骗了。阿西也总说舅舅舅妈是好人，可他们不是，他们就是坏蛋。大姐姐，怎么突然这么生气啊？怎么突然变严怒了？是想到自己了吗？这下麻烦了。说，爷爷奶奶在哪？那种人就该给他们教训。啊，大姐姐好可怕！往哪儿去？别追了，严怒。哼，想阻止我，连你一起砍了。你把他亲人都砍了，接下来你该怎么办？你要照顾他吗？我管他怎么办，总之那些可恶的大人就是该死。严怒定是想起自己的过往，我得想办法说服他。听我说，若你砍了他的爷爷奶奶后，他再遇到像你舅舅跟舅妈那种亲人，会比较好吗？哼，这事我来想办法解决，千万记得，凡事不是靠砍人就能解决的。我明明就很久没有砍人了。看来是冷静下来了，本想先打探这小鬼身份的，这下全都乱套。先完成题本，来跟小鬼套近乎。他的身份若如我推测的话，说不定这玉连架都不必打。好，我们先去那个，我们有一个支线任务，我们先去磨那个字翼。我已经想到这局的标题，这集的标题了，就是炎热又想砍人，炎热很久没有砍人了。啊，延哀很久没有砍人啊！废话，你是延哀耶，应该怎么会去砍人呢？之意，这个啊，忘记了。要先给他，等等，我是错过了哦，我先快转，哦，没事，我做的是对的，就是那个字翼要给他，应该就好了。紫硕金丹，他见到古主 ，OK。那我们先做题本啊，题本是 OK， 帮小孩写作业。东西啊，作业还要我帮写啊。题本，春秋三传是哪三传？公羊传、谷梁传，还有什么？左传、
四书是哪四书？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。五经分别是哪五经？春秋月经吧。原本以五经合称六经的书是，等等，我说选错了。等等，我好像选错了那我们再一次。好，有一题选错，后来我重新读档，我们再选正确的答案。那我们现在回去找第二狱卒。我就送佛送到西吧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已将诗写在题本，你直接交给那小男孩吧。多谢前辈。然后跟严乐聊天。可是我跟他聊天没有提升好感度啊。36。大同前辈，我要是有个万一，正熙就拜托你们了。看来那小鬼被小弄吓得不敢回来了。我大概知道那小鬼家在哪儿，应该可以直接去找他。那还不走？不把那些可恶的大人砍死，我也要断他们手脚，看他们还敢不敢使坏。虽猜到事情会变这样，但还是很麻烦呢。野诺，我能带你去找他们，但你需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你不带我去，我先砍你。哼，就算你砍死我，我也不带你去。除非你答应我。哼，你先说说看是什么条件。第一，若是那小鬼受到虐待，我一定会处理，但你不能取任何人性命。第二，若发生冲突，先听我的话，以免节外生枝。就这两个条件，可以吗？如何？小弄蛇随你便。到了小鬼家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，准备万全后再带严乐过去吧。所以又要打架是不是？和严乐对话开始推理。好，所以是这边推理嘛。 OK， 好，我们先存档。紫鹤寻找阿西，紫鹤是什么？从小鬼手中拿到的题本，答题的原本是那小鬼，所以题目以外的字应该都是那小鬼写的。不过在这之前我们看过，这本书上的字全部的字迹都是一样的。论语抄本，这小鬼在谷中待了数月至数年。抄《论语》是相当花费时日的，应该不会有花费时间在抄《论语》后带入谷中。
而且这本超字迹字迹潦草不易阅读，这样读《论语》还不如买一本现成的，所以可能是在古中完成，而且他在古中完成，如此作业几乎可以贯彻此人在古中生活。这年纪的小孩在古中生活，肯定认识的人在古中照顾，都认识，全部都认识。何尝看前面身上的手抄本，应该是这小鬼抄写的。虽然有可能刚好捡到或其他巧合，但每个狱卒如果与这小鬼有关的话，那就很可能不是巧合。再来祈求前辈证明祈求前辈和这小鬼有关的东西是这个纸鹤。纸鹤，中间就有经过祈求前辈之手，只可能是他放的。所以这纸鹤是老二做给阿西的咯，下次让他做给一个玩。又不像他给我们的，所以只可能是给那小鬼的。接着是张大同手上取得能证明刚刚有小鬼有关的是孟子吗？看来是有人在教导小鬼读书的样子。孟子出自于地上狱卒之手，加上这委托他照顾小鬼的字条，我想刚刚小鬼口中的爷爷应该是地上狱卒。看来阿西血缘关系的人大概是与我们素未谋面的某人。之前都出了意外，可恶，这门怎么这么硬啊，臭老头给我滚出来。哼，老王八，有客人你还不去应门？臭三八，你才该去应门，还不快给我放下筷子。你才该放下筷子，这黑糖糕明明就是我先夹到的。你到底懂不懂三从四德？你先打赢我，我再从你。说的好像我打不赢你似的，看招。哼，总算是肯出来了。等等，吾乃第三狱主也，必姓张，名大同，字义儒，好复学居士，二位欲知古底乎？什么啦，你还登场还要先念诗哦，还重来耶。两位此刻前来所谓何事？吾当以告知三日后再见。哇，这张大同居然人前人后大不同啊。叫那老太婆也给我出来。谁敢叫我老太婆？哼，本来就是老太婆，还怕人叫？老王八，你说什么？臭三八，我说你就是老太婆。老太婆跟老太公都闭嘴。陆振熙的伤我要向你们加倍讨回来，看你们还敢不敢欺负小孩。我家的管教方式谁敢有意见？我就说你的管教方式有问题，你还不信？谁敢说我？说不准他是在说你呢。晚辈失礼，前辈对振熙的管教确实失当，两位何不？臭小子，你也管太多了，我们可是为了他好啊。不用讲这么多，你答应要处理的，快把这两个坏人处理掉啊。严怒居然还记得约定，我还担心他冲动坏事的。老王八，你竟让外人在此放肆，快将他们赶走啊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正好本狱考验其二便是尔等能战胜吾夫妇二人，若尔等真有此能耐，吾便授予尔等令牌，并对尔等施礼，既往不咎。但尔等如此张狂，莫怪吾等不留情。老王八，给我好好说话。吾什么吾？少在那儿装模作样。臭三八，你别总是来破坏气氛。还有，若是我得胜，振熙之事我们可得好好商量，让他们知道厉害。上，臭三八，你快来了来了。老王八，你可真没用。老王八，你别命令我。哎呀，三八王跟王三八内讧了，那还要不要打？
你说谁是三八王？大哥哥，这个拿去用。多谢，阿喜帮了大忙。阿喜呀，忙我这样帮才对。老王八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我啥都没说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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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哥又要骂我了。并没有，别瞎说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放马过来吧，见识我的厉害。老王八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我啥都没说呀。老王八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我啥都没说呀。太大意了。OK， 这次快打赢了。说呀。哎呦，太大意了，疼死我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老王八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我啥都没说呀。中了。哎，怎么这样？哥哥，这个拿去用。怎么这样？阿喜帮了大忙。这么好玩的事我也要玩。大哥哥又要骂我了。并没有，别瞎说。老王八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我啥都没说呀。老王八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我啥都没说呀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疼死我了。瞧你破绽百出。太大意了。我是打死他了吗？爸，你再说一次看看。打赢了，打赢了。我啥都没说呀。终于打赢了。又不是因为这老太婆太碍事。哦，终于打赢了。这个更难打。臭三八，你老了不中用了是不是？老王八，你没资格说我。我这就替天行道，解决你们。一诺，等等！你们别伤害爷爷奶奶。谷里处处有高人，当真不假，竟连这小鬼都会轻功。他们这么欺负你，你为什么还要袒护他们？他们没有欺负我。你都被他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了，还说没有。小西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其实是我自己摔的。事到如今你还是要袒护他们？真的，不骗你们，爷爷奶奶都对我很好，书没读完顶多少给我一块黑糖糕。好啊，臭小子，你居然说谎引起误会，你都忘记奶奶怎么教的了？对不起。罢了，我们自己技不如人。赵霞，这令牌你就拿去吧。落雁谷向以强者为尊，要杀要剐悉听尊便，绝无怨言。前辈言重了，小误会解开后就没事了，对吧，爷诺？臭小鬼，他们当真没有欺负你？真的没有，爷爷奶奶最疼爱我了。对了，你的题本还你。哈，谢谢大哥哥，都写好了，而且答案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。看来我应该是全部答对了。嘿，依照约定，轻松果给你，还有这个是特别的献礼。陆振熙，你不止骗人，还要别人替你写题本。啊？这个是我。这题本里怎么夹着一只纸鹤？那是齐修前辈要给你的。啊？那是上次不小心放在齐叔叔那儿的。这纸鹤上好像有字，齐修他写了些什么吗？我看看。奶奶，别！你爹唯一留给你的东西，你居然拿去折纸鹤了。我没见过爹，他败给现在的谷主，那他也没多厉害，还是爷爷奶奶好。呸呸呸，
你爹可是当年的谷主，更是我们的大恩人，比我们厉害多了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赵三八，别怪朕惜了，他对此事不会有印象的。你太宠他了，也不看看他今天给咱们搞出什么好事。大鹏前辈，关于谷主的事可否与我细说？此事我可能……谷主对你们下了封口令吗？虽说现任谷主待我们不若前任谷主，但毕竟还是谷主。抱歉了，少侠。若无他事，少侠就自便吧。我还有事要处理，无奉陪了。陆振熙，你给我进房等着，我这次非好好处罚你不可。我知道了。张大同，这次你可别想替他说情。花妹别生气，孩子只要平安长大就好了，何必呢？哼，别让他以后变成可恶的大人。哼，让两位见笑，那我们先失陪了。啊，令牌也到手了，一诺，我们往下一域前进吧。一诺。我是颜乐，小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，就躲起来了。也好，那颜乐我们走吧。又怎么了吗？萌萌讨厌小诺吗？哎，话也不是这样说，只是萌萌讨厌小诺，我要跟小诺告状。别胡闹了，办正事要紧。说到这个，颜乐还没说清楚他为何要去谷底。你要选哪一个？应该是三吧。OK， 好。可是我没有到六九，哎，就是看好感度到六九。大哥哥，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不要离开人家这么远了。哦，对，还有纸包机，我的纸包机呢？获得包机纸。包机子，包机子是什么？油腻腻的纸。好，69了，好，太棒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看一下哦，往阿玛讲对话。哦，我们先回那个地狱制作那个地狱那边会有一个可以制作褐色药丸，我们先回地狱，我们先快转。好，我们制作青松果跟花椒，还有花椒褐色药丸，然后这个褐色药丸可以给那个黑市商人，好像可以买一些东西的。6000哦，清除出血哦，出血这个效果真的是很讨厌。还有这个法簪，到底可以买啊？别像太贵，我根本买不起啊。OK， 现在就有了，算不用买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再回到那个第三域的那个秘密任务，不是秘密任务啊，就是每个令牌都有一个令牌的任务可以做。先向看守者出示。好，请等。
第四域了。好，桥中心调查藤蔓。OK， 然后回去找王阿玛，王阿玛。但你必须遵守规矩。要是一个时辰内没回到第三域，不让小兵王立和一刻丧失挑战资格。朱轩一线崖底应该就是这里了，看一下哦，箱子，很多尸体哎，上个月的沼泽皱巴巴的，洞穴深处水池有宝物，我等前那寻宝。被洞中飞虫作为栖所，此虫顽强，火烧风吹接雷打不动，烟熏效果不彰。这些招也能寄遇，三人为抢兵们大打出手，接受中洞断神梯，谁也回不到落雁谷中。我曾最后活口，但死的不多。得知宝物只是那种东西，若你想要，就以曼陀罗花之浸泡火去熏那些虫吧。但曼陀罗花不易燃烧，需就近取得火源。这点或者说出世曼陀罗火把，会有一个驱虫火把。这是一本书而已啊，就是个寄卷的方式而已。后面越煮越难，越挑战吧。这个新鲜事情依旧找到这段文字，或许你就是一直在等能够一窥这份记录全貌的人。他们某尼的大小姐送去的战书，梁少侠答应的越来越少。据我所知，御昌派众人证实是多事之秋。梁少侠分不出出神应战，也在心灵之中。对此，这大小并没有什么，但心中埋下一丝阴影。莫非少侠不将他看作对手了？重走老路，似乎挑战强者，仿佛令大小姐失去虚伪的意义。大小姐对强者的渴望再次蠢蠢欲动，在无数场江湖厮杀之后，才要大侠出现在她面前，成为一睹不过的高墙。当时我觉得大小姐再次得到好对手，但现在想来，与乔乔的相遇是大小姐坠入深渊的一个转捩点。莫非这很明显是上官啊？所以嘞，对点燃的火堆出次第二道题。第二道题是什么？诶，等等，哦，这已经更新是不是？什么叫第二道题啊？第二道题是什么？攻略说对火把出是第二道题，什么啦？什么东西？没有啊。好了，这边走了。好了，这一期先到这边好了。喜欢我们这样的频道，主要换图片，按下订阅。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打开，将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里的收看，拜拜。